不然谁弄？你想做甜心帮我弄是不是？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贱啊！小珍这到半年产37公斤，韩店主动提甜心。小珍去年12月开始减肥，每出现一次就惊艳大家一次，成效超惊人呐、啊！今天裤子是以前出道的时候的、啊，几号？几号？我想干嘛？所以现在还有我六吗？就两个选一个，因为我要讲啊，以前的 size 都可以穿的，但是就是数字还没有到很漂亮，不知道衣服没丢，有一些没丢，像这件裤子，我没丢啊，半年37公斤等于一个月就6，减肥瘦身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要找一个方式让自己舒坦，而且可以长期进行，的话你的进食顺序就是蛋白质。对，淀粉一定要吃，像我现在还是会吃甜的、啊，但是就会吃很少，比如说一条巧克力，我可能就咬个2口这样，然后一条巧克力我就可以吃一个礼拜这样，就是量减少，但是什么都可以吃。像我中间可能饿的话，就会吃个茶叶蛋啊，或喝个豆浆，或喝个燕麦啊，很多东西可以吃。有没有遇到停滞期？前阵子有，但是我后来改变了这个运动方式。不要让身体习惯某一种运动，身体其实是需要欺骗，要改变。小珍成功水肉，老公李静良也送上价值35万的紧实足咒课程当礼物。当然啦、啊，算了，不然谁弄？你想做甜心帮我弄是不是？今天看到你们都来了，就知道是有蹊跷。参加毕业典礼 OK 吗？真的很贱啊，因为你们还 tag 我是怎样？对啊，FB 上还 tag 人，所以你们真的会有报应。为什么要吃醋？现在就已经是还有，不是还有爱啊？我觉得你可能爱他，可能不爱他。我没有、啊，你现在在反胃是